下周五班将挑战现在最红的 K 歌，他们将从 KTV 点播率前100名的热门歌曲中抽出3首歌，并择其一演唱，其中有许多都是6强从未尝试过的曲风。稻香也不错哎。牛仔很忙，天哪！对，我觉得我必须要改编这3首，每一首如果任何一首要唱，我都要改编，我无法唱原曲。我乐不住。哦。哦我先选这首歌曲，因为很开心一首词。对于这些当红曲目，五班成员都显得跃跃欲试。重新演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流行歌，他们能否展现不同于原唱的感受呢？全是热门 K 歌，星光五班唱出新风貌。我是很喜欢小俊今天这个表演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改编应该是想了很久，然后其实还蛮困难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歌听起来是舒服的。真的像罗杰老师说的，撮合花了我大概差不多这2礼拜所有的时间，我都在想。还记得你说将是唯一的城堡，哦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这时候的梦我知道。有你自己的风格，你有你自己的诠释方法。我觉得一个歌能够这样子被重新诠释过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会看到这个人，他是全部他会的都奉献出来，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完全尽力，就是走到每一个地方，然后把自己所有的都用出来。到的天行者要快乐，星光大道每周晚间10点准时开唱。